Developed in Shanghai by Pollard Studio, our next game is a dystopian thriller that's as every bit Orwellian as it is Lynchian. It's a tale of temporal technologies, unimaginable body horrors, and psychedelic nightmares. This is Karma, The Dark World. Hi, 各位好，我是 Karma The Dark World 的创意总监王永赫。我们团队悦耳工作室来自于中国上海，团队的目标是带给全球玩家有趣且有深度的叙事驱动类游戏。很荣幸借此机会向各位玩家展示由我们才华横溢的悦耳团队所制作的第一款游戏 Karma The Dark World。这是一款第一人称叙事驱动类的心理恐怖游戏，玩家将扮演利维坦思想局的任务干员丹尼尔，他的主要任务目的是潜入嫌疑人的大脑并调查事件的真相。玩家将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进行冒险，去体验完全不同的情绪和故事。一个是在反乌托邦的现实世界，你将了解到扭曲、压抑、毫无人性的社会观。This is your final chance. Please tell us your decision.另一个是用记忆所构建的脑中世界，你将看见诡异恐怖的画面，但却包含了令人痛心的真相。在这个游戏中，作为探员，你需要坚守意志，效忠这座城市的掌控者——利维坦公司。但直到有一天，你发现正在调查的案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冰冷的心从此开始逐渐融化。这就是 Karma The Dark World， 一个你从没有体验过带有浓厚电影风格的反乌托邦游戏。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真相，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karmadarkworld.com， 我们会第一时间告知你试玩的 demo 相关时间。最后请大家享受预告片。My prosthetic! This isn't real. This can't be real. I will echo.